他们来了。怪的，这是从上面先吗？哦，下面也有。嗯，这里的时候，这有一只摇头晃脑。这个冲过了，被冲过了。有几只跑过去。摇头晃脑。哇，他的血量好多、哦。哇。1.1 M。你怎么不动了？他被核心震到了吧？哦，核心刚刚被打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小蟑螂爬太快了，这像蟑螂哎、欸，这超像蟑螂的。哎呀，我又差点掉下去。哎、欸，不要偷打，跑太快了。这个也太多血了，1.1 M、欸。对吧？我在努力摸。哎、欸，这小子的过分了。太多小只了吧？这招摸好久。有了，有一只要死了。哦，另一只还有900多K，慢慢打。哦，这一只还有300多。啊，这只死了，为什么？两只摇头晃脑。还有一只嘞，一兽、哦，下面那边还有一堆。你不要再被摇头晃脑。看不到，我好像难度一样是3颗难度，但是我选错难度了。哦，所以是其他的强度，然后他们血量跟跑速变快了。哦，但是可以复活。对。啊，那一直晃我射不到啊。不要晃，摇头晃脑，剩下他，我还有两只，晃脑兽一只快死了，你真的射不到他，死一只 ，OK， 好了，好了，一点一那只很像灯泡，对啊，那可是那一只没什么威胁性，嗯，他就是个疤，他就是血厚了点，嘿，我要把核心附近盖满。对，这里放一个这个好电，通常都会冲到核心的啦。对，对啊，这个电机，电机塔，电机电锯，哦 ，tab 会显示我们现在塔干嘛，盖到哪边去？好的，吃饼干。狙击塔的话。狙击塔盖在这边，核心也包得到。好，这里，这个位置，这个狙击核心也包得到。这边放个增幅的，把那边塔全部增强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好 ，Enter。Enter。敌人来袭。Incoming！ 又是摇头晃脑，有跑很快的，有跑很快的那个犀牛。没事，打掉了。我选中毒的，我想起来我以前怎么玩的了。哦，等一下，有大只的那坦克的，在楼上吗？他对他走上天桥了，他上天桥。哇，跑真的很快。然后卡点了啊！这边我要怎么回去？我要怎么回去？这！哎、欸，我怎么飞走了？我刚踩到什么？你踩到喷气的地方了吗？嗯。哎、欸，有赤脚蜥，不要再靠近了，后退！赤脚蜥！啊，核心，核心！又被揍，核心又被打了。看到他们都停止动作，就知道核心被打了。对，赤脚蜥，你不要再过去了，你跑很快。哦，好多只啊！哦，打我，打我，我在这，打我，打我，我在这，打我。
啊我，我在这儿，过来！哇，两只晃脑兽，加赤脚蜥我先打掉，赤脚蜥跑很快，晃脑兽，秒不到，秒不到。啊！晃脑兽要碰到啦！晃脑兽是怎样自爆吗？还是要用啊用头去撞？锤、啊、他锤了啊啊！锤到一下，还蛮好笑的。后面还有坦克在后面，还有晃脑兽。哦，这坦克，我先把晃脑兽处理掉。晃脑兽死一只。我在打重壳。那晃脑兽两只走过去啦！等一下，你给我动没？我是要带核心，每回合会回血的技能啊，感觉不错哎。小蛋鸡嘞，你干嘛小蛋鸡嘞？哎呦，核心啊，紫色的，还有三分之二的血。对，啊，到底是哦，我这边有气可以弹走，六百，好快哎，升级，狙击塔。三百，抢先升级。害我现在不知道升什么。你可以塔接一个。有啊，前面有一个什么火箭塔，是不是没有升满？要先去，我去前面升吗？你也可以把对啊，这个没升满，塔盖出来吗？你要盖哪一个？你要盖哪里？啊，给你好了，给你好了，通给你了，感谢。啊。我玩错角色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下一回合会好一点。咚，完成。这个是小伤害的那种的。我是不是前面也要放小蜜蜂会比较好啊？无人机吗？对啊。机枪塔。哇哦！飞走了。还有一点钱，这个吗？我把它升级。嗯，三阶、嗯。好，这个先盖出来。啊 ，Ready，Ready， 头目出现。风啊，去打，我要去打头目了。头目在比较远的那一条路。二楼。对。不是二楼。这个是那个镭射，不要瞄我，不要瞄我。在瞄你。把他脚交、哦，我在脚底下。哎、欸，等下我怎么被弹走了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哎、欸，脚、欸、底下也会死哦。我也死了、欸，可恶！你也死了、哦。我也死了，对，我们一起被他压死了。好夸张哦！没关系，我复活了。来了，回来了。好险，这次没有选那个不能复活。我们先帮忙挡小怪吧。小怪，他在射我，我走喽。陆行战士，陆，呜、哦、哇！我被揍了，太多只了，不要！你们冷静，你不要过来！太多只，不要这么多只，太 juicy 啦，太 juicy 了！哎呀，不要！哦，小吃的，对不起，我躲起来。哎呦！被突破了！不要！哎呦！不要再走了，你这一只大怪物！啊哦！剩一只！哎、欸，这只血超厚啦，怎么打、啊？他是 boss， 你帮忙挡一下。百七耶！哎呦，过来！我在这打我。过来，好升 boss， 升 boss，boss 打的都是零啊！打他左手有个弱点，打他的内侧啊，对吧、啊？他是在看，雷射，他在看谁啊？哦，这 boss 好壮观！哎，你被炸到了，我都已经站上下面的小角落了。等下我走错地方了。来了，这个很容易迷路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真的，
他在瞄我吗？对，要翻，对对，哎呦，我躲起来啊！我摔死了，哇，哎，为什么我也死了？为什么？怎么中我一个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很突然。啊！那从我这里，你能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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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我被秒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赶快逃跑哦！但是冲击波也很强的啊，也会打死人。嗯，都零哎！我刚刚瞄到他的要害，看到了，我又被推下来了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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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看谁啊？雷射！他看谁啊？不知道。小心冲击波！啊，他蓄力中间都周围都会受伤啦。嗯。要来走啦！打不到啦！干嘛？不要！看哪里？我用石头挡住了，你打不到我、哦。到底他怎么停住了？啊，他干嘛？他在蓄力了，刚刚在蓄力，还蓄力呀、啊？哦，动了。哎、欸，打不到弱点呐、啊，他弱点在膝盖内侧。嗯，不要，不要再看我了，不要看。好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射了，耶、yeah。射不到哎、欸！啊，我打到了！这弱点真的很难瞄，这我小角落，真的。不要走！还是要看谁？你要看谁？我想看谁？那我要站他后面，他后面好像比较好打到，好打很多啊。真的很扯哎、欸，打伤害零也太夸张。又要拉升16K、14K。啊，死了！哇，我也下去了。哇，塔爆打爆哎、欸！修一下。上面好几个被打坏了。是的，修好了。哇，只有哈基有塔可以干。嗯，哦，好。再盖个雷射炮。最后这里还可以盖东西，来盖个什么？这里盖个小蜜蜂。有了，小蜜蜂。嗯，升级 ，OK， 好，刚好。我们为什么哦？嗯，刚刚塔上面写说15/16，超过了哦。阿记，阿记，哎，核心旁边有个需要升级。好，来了。哎、欸，三个点呢？等一下，给你了。这关是三个点哦。嗯，没关系，他最后汇集在那边还好。嗯，好，剩下的我超频。好，这边哪里啊？小只的，转尾会转来转去，小只的跑掉。太快了吧！哇，他这哎呦，速度这个速度，两只已经冲到核心旁边了。疯啦！这个速度，打你屁！这速度太夸张了哦。夸张了。撤。电你屁股。
这一只也跑好快啊，重咳嗽。你夸张了，你给我回去！你给我回去！回去！直接重咳嗽，嘴皮走过来了，超快的，这都走过来了。那我还在清小只。没关系，这一只会死，这只会死。老师，嗯，哦，就你一个推我啦，那只自己气死我了。啊！我还有被推下去了。哇，他们真的是走很快、欸。哦，别来推我了，你这么这真的是，哇、哦，被推下去了吧？哎呦！叭叭叭！没事没事。黑白的，剩两只重壳。哦，两只重壳哦。一只前面第一只快死了。那、啊、我先打前面好了。